开始，白丁非常强的个人一对一的能力，这次自己来第一手带到内线，这下有点困难。漂亮 screen， 阿卜杜拉自己突进来，强打一个漂亮。白丁再获一次三分命中，阿卜杜拉这边过了曹峰，再往篮下打，这一次还中。我看莫森林突进来，再转移打铁，寻求一个三分球，漂亮。Killer post move， nice play， yes sir， 三分出手。是啊，没进一个，还是不中，这是命吗？哎，但是李兰二次进攻篮下没有打中，这次一网。看看前场的一打二，跟进白金再传，篮下漂亮，来自康庄两分打中，反超。观察找到白金，白金三分再一次三分命中，看看寻找掩护，再往前，这次非常有难度，再中深坑。哎，这下直接放给白金，恭喜野兽护卫队36-29战胜，这就是灌篮队。